临时单位台北呢，台北超越呢，来信单位高雄福瑞乡，盛唐在关天，台南关天，台南艺术大学附近，乌山头水库附近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早期台南艺术学院后来升级。台南艺术大学，策划者就做5000人了，就是107年了，升为5000人。